上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猪猪宝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猪猪宝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猪猪宝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猕猴博士，我们来啦！哎呀，怎么这么脏啊？哎，哎呀！猕猴博士，你把这里改成垃圾站了吗？我要不要叫妈妈把垃圾倒在这里呢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刚才来了一个垃圾星人，一进门就到处丢垃圾。啊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帮我看一下店。博士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发现了一些稀有的能源矿石，去挖一些回来。啊，对了，你们顺便帮我打扫一下吧。我可没有想到帮你打扫卫生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把实验室也打扫一下吧。我是说，我的实验用品可是按习惯摆放的，你们打扫的时候可别弄乱了，要不然我回来之后饶不了你们。喂，我答应你了吗？找到矿石之后，就可以对那台能量源不稳定的机器人进行改造了。哎呀，早知道这样就不来了，饭都没吃呢。我们先叫外卖吃吧，记在老板的账上。哎，好主意哦。虽然等了一个小时才送来，不过真的好好吃啊！是啊是啊，虽然身边都是垃圾，也掩盖不住披萨的香味啊。我已经挖好了矿石，正在回去的路上。你们打扫完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信号不好，听不清。喂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还一点都没有打扫呢。博士说不定真会发明什么不靠谱的东西来教训我们。哎呀，别愣着了，赶紧干活吧。哎呀，快点啊。猪猪侠，你把房间弄得更乱了。救星古董啊。你怎么把古董给打碎了？拜托，这是你打碎的好不好？啊，这，这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这样可以了吧？如果我不碰它的话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对了，我记得猕猴博士这里有台打扫卫生的机器人呢。你是说那台家务一把照智能机器人吗？哎，对，博士好像把它放进储藏室了。那我们快去把它翻出来吧。嗯。果然在这里哦。系统已启动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快出去打扫卫生啦。是。哎呀，现在好了，以机器人的超级速度，应该可以在猕猴博士回来之前打扫完毕。可是怎么这么慢呢？卡壳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司马当活马医，说不定调整一下就好了。星辰，他的动作变快了。对不起，我重新调整一下。我快帮帮忙啊！
吸力更大了。哎呀，啊，我肚子里的披萨都快要被吸出来了。你没事吧？脸都撞扁了，你说有没有事啊？那个机器人呢？他自己出去了。哎呀，快把他找回来，不然一定会把房间弄得更乱的。嗯。太好了，他恢复正常了。看来还是我调的到位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哎呀，怎么又把垃圾吐出来了？猕猴博士马上就要回来了呀。我想起来了，猕猴博士说过，这个机器人体内的能量很不稳定。对不起，我马上把你们擦干净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的鼻孔也脏了，需要清理。不用了。你把它弄坏了。没事没事，修一下就好了。猪猪侠，你到底会不会修啊？我看咪咕博士都是怎么弄的。看，它又启动了。但愿它这次能好好打扫。这是新型机器人的设计图纸，比我好看，比我先进。难怪主人会把我关进漆黑的储藏室里，难道他不再需要我了？喂，你嘀咕什么呢？快点打扫卫生吧！我必须进行升级，更出色地完成任务，这样才能重新获得主人的认可。你别随便下载乱七八糟的东西呀！不会是要爆炸了吧？这时候你可别当机啊！自我系统升级完毕，功能提升300%，情感认知提升500%，立刻执行工作。更新好了，那你就去吧。好像还不错哦。扫描完毕，预估任务完成时间1分钟。用时57秒，任务完成。这不像打扫卫生啊，简直就是重新装修啊！通过声音振奏，我能分析和理解到你们刚说的话是一种夸奖。对了，哇，这升级果然厉害呀！把这堆不要的杂物也清理一下吧。是。电饭煲应该放在厨房里。坏掉了，你应该扔到外面的垃圾桶里就行。扔掉垃圾桶？对呀，猕猴博士说过几天新的就到货了。可他已经为猕猴博士服务了384天，这样太可惜。一个坏掉的普通家电有什么好可惜的？现在新出版的电饭锅比它高级多了。哎呀，别浪费时间了，
赶紧丢掉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把这些没用的东西也丢掉。是。这些，这些都是没用的。哎呀！猪猪侠，你真没用。没用的东西必须丢掉。把我放下，我又不是物品。哎呀，猪猪侠，你没事吧？他不是升级完了吗？怎么失灵时不灵啊？看来迷糊博士还得弄一台新的才行。通过声音震动，我能分析和理解到你们刚说的话是要抛弃我。我只是随便说说的。你们只会喜新厌旧，即使我再努力再顺从，你们最终还是会抛弃我。哎呀，你的情绪有点不对劲儿啊，你别激动嘛，说不定会死机的哦。你想送礼物讨好我们吗？我要让你们也感受到同样的绝望。哎呀，别闹了。你究竟要干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们的主人，你们必须为我服务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怎么能给一个机器人干活呢？这个东西怎么开始闪了？如果你再多嘴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让项圈爆炸。爆炸！你们去把外面那些被丢弃的电器带回来。哦，知道了。叫我主人。是主人。给你们十分钟时间，马上行动。猪猪侠，怎么办呢？难道真的要做机器人的奴隶啊？不用担心，我们先让那个机器人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，等他气消了就没事了。如果他的记忆一直不消呢？那我们得想办法关闭他的开关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但愿像你说的一样简单。主人，我们把废弃的电器带回来了。你们晚了59秒。也没晚多久嘛，还不到1分钟呢。作为惩罚，你们现在做59个俯卧撑。什么？59个？我连10个都做不到哎。我做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